Schon bekannt.刚才我们在吃饭，可以吧？尿尿吗？嗯，哇，差排球场，有排球场呢，宝宝。嗯，有沙滩排球场，下次过来玩排球，宝宝。下次可以玩来玩排球，买个排球。你看，拿了狗屎袋没有？没有，咋办？在车里。那我把它搞到那个树丛里面，把它拉的话，你要玩啊？它不会去拉的，想拉。如果它拉了，你就回去拿那个狗屎袋了，好吧？好。那么好的环境，你就找那个。还有喝水的地方在哪里？哪有喝水？干嘛？干嘛呢？就要拉了。我就搞到那儿去。在那玩，你回去拿狗屎袋吧。好，那你给他丢一下好吗？嗯。嗯？稍等，我这儿会不会有 ？No。别跟我，我去给你拿狗屎袋。我去拿箱子。No。稍等哈，看这有没有，如果有的话就直接了。还真没有，只有这个袋。那我去拿吧。把它拴着带走。他不要了。来走，咱们走。哎，他丢的球，我把球丢了。掉掉。No, come. Come. Come.别，你这狗，看妈妈跟上来了没有？是不是？妈妈不跟上来，那狗屎袋呢？又忘记拿狗屎袋了。嗯，这。拉粑粑了，因为刚刚你急啊 ！No， 他们，坐好，坐下，
Go. Go.到了，哪里？哎，这地方好哎。哎，宝宝，到这里坐，到这儿来坐，它还可以喝水。这地方好哎，这树好漂亮。啥都有，有 BBQ 吗？那个好像是，这个地方可好了，那我来搞吧，你别搞。他篮球，我天，老铁也可以玩。对啊，赶紧赶紧跟他安利一下这个地方吧。我跟宽哥他们说了，你拍下排球、篮球、海、滑滑梯，以后聚会12平米在这边一展开，是不是有太阳？你半草地半那个的12平米可好了。然后草也维护得很好，很短。对，人是真少。对，没什么人，都老人家不玩这些。嗯。主要今天也是工作日了，周末可能人。喝水不？来喝点水。来。你好敷衍呢，你喝水。哎呀，掉。嘴巴，拉尿了。洗个嘴不？我沙子。别晒太多太阳，间接晒晒就好了。那个亭子也不错，可以坐。哇，这真的好大呀！又有海又有草。我这选地方真棒，宝宝给我打满分了，要完了。我超越不过自己了。
完了。哇，这真的好大。嗯。来，我给他们拍一拍。好安静啊。嗯。拿个蓝牙音箱也不会吵到别人。嗯。找个12平米在下面坐着。下次我要计划一下，做点小菜带过来，还能去那边买咖啡，是不是？他回来的时候拍，够好图。大一点的时候拍，临时拍吗？你叫，哎，这地方真好，一会儿我们去探索一下吧。嗯。今天阴天，你干嘛？喝水去。好，我来帮你弄。我来帮你弄。嗯。啊，这个水还挺好的，它自己会关。坐，坐，喝水。他还喝呢。把口罩给戴了。哦，舒服。哦，舒服，能呼吸了。回去可以剪片子，是吧？一直拍，掉，掉啊！真好，拿个篮球啊、哦！再喝，稍等，稍等，稍等。哎呀，喝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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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，我往那边走。不用，现在不用。去那边就拴上。啊，好。来，掉。Come on, come。掉。掉，come on。好，我们走。那边走，走栈道。这个雪挺轻的，又轻又弹软，挺好。红树林，这走吧，走吧，胖胖。不喝水了，
是想喝水。不玩了吗？怎么在亭子里休息了？嗯，来，我们先走去溜一下，走，看吧。走吧。到那里没了。嗯，不走了，不往那边去了，那边有点。嗯。这还有个小沙滩呢。小宝，这还有小沙滩，啥都有了。有坐的小沙滩，亭子，厕所，这还有喝水的，就想喝呢。想玩是吧？去吧，去玩吧。No, go, go, go。No， 不玩。Go， 去玩水，去玩水自己。No， 不搞了，那不玩了啊！去不去玩水？你去自己去玩水好吗？妈妈拿的，不玩了。No， Go， 玩水。妈妈，去玩水。他不玩。好了，那我们走吧。走了，你已经玩过水了，好吗？吓死，以为你的脚怎么了？原来是湿了而已。有毛，好玩吗？下水，海边，海边。Come on, sorry. This 市政费给的很足吗？这个草地捡的。想买这个吗？
很容易被淹的哦。你看这一个跟这个就差1米哦，这个水来个海啸，它玻璃就没了。这还是算了吧，我觉得在那个山顶一点的海边还不错。Manly 那边要稍微的安静很多，这人少，居民区没有什么商业。妈妈不让你玩，下去，走走。娜娜，喝水去，走，喝水去，这儿喝水去。
水，喝吗？喝水，喝水，算好，算了。戴上帽子。不戴，风吹把帽子吹掉了。扎一扎。耐够时代，宝宝。有点远了，宝宝，走吧，往回走吧，好吧。我怕到时候走累了，走不回来了。你的意思是就回家了是吗？嗯，就去买菜了。看你啊，我是可以回家了。嗯，你要想再多待待也行。开车走吧。回去再给你丢两个球好吗？到那里给你丢两个球。小宝，你看那个沙发坐着舒服哦。我是在上草皮。啊。那个水泥路太烫脚。啊，你看那个舒服哦。嗯。看着海。那不安全。哇哦。这么大房子。嗯。哇塞，这个好，我喜欢。就是它那个大门里边很大的一个空间，可以换鞋子穿。你看它自己的。水球，妈妈有水球，要不要？欢迎爸爸给你拿进来。他家的狗不一定愿意，但是为了你爸爸愿意。这是他后院呢，天哪！一个放船，可以打羽毛球，可以的。但我不喜欢他家那个颜色，这种颜色比较好。这种维护费很高的。这个。对。是啊。每年都要刷漆，建筑漆。它可能是塑料板，宝宝。白色塑料板。白塑料板，太多了。哇，他这房子可以啊。哎，你过来。没事，都录下来了，回家看。啥玩意儿？哇，这个路好像自己家的院子一样。嗯。哇塞，这
可以啊，到时候看一下。